工商时间97M码跑三楼，德国有机棉超亲肤 T 恤热卖中，在虾皮上架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那我们这是小编玲玲。今天我们来到了高雄，然后来看这台百万 T 吗？好，这狂改系列啊，刚好是我们的配合厂商他的一台战车啊。好，那这台呢落地就已经改成这样了。那紧绷改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改什么。那一样，我们先从它这个台车的账面开始哈。它有很多都是绷品，那绷品的部分我们就一样一样算给大家看。好，一开始就会看到左边这个总磅是 Moto GP 的总磅哈，左边是11万，这个是 CNC 版的哦，所以说它是整个是全 CNC， 这个非常非常的高级的哈，这是 Moto GP 使用的总磅。11万，然后这是左边，然后右边呢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，它是 GP 版本，只是它右边的话是6万块。为什么差那么多？就是左边本来就比较贵一点点，通常都会这样。对，当然这些小的东西，我们泰罗斯啊，哈，这全车泰罗斯，我们到时候就预估一下就好了哈。再来就是这个巴丰特的手刹车扳杆，这个价位应该在个，我觉得算个8000块就好了。先讲，如果讲错，再帮我修正一下哈，因为这个我没有装过，我没有那么有钱。然后它当然有一些后照镜啊，这个后照镜跟端子 C 组其实蛮帅的，而且这是一组的哈，护工跟端子后照镜它是一组的，其实还是蛮屌的。我猜这一组应该也要个10000块吧，所以随便给它估个10000块就好了。它的后视镜呢，用个座把它塞起来了。那这个后视镜的座这是被胖打坏熊猫的啊，哦，坏熊猫的被胖打的这个座应该3000块可以搞定，哦，加个3000块。那它这些大灯啊，这些卡泵件呢，我们到时候外观一起算。这一支倒叉呢是 Olinx 高阶的 FGR300， 那这个的避震器呢的价钱就是34万，前避震器34万，可是这前避震器呢，基本上在 TMAX 560是不能装的哈，所以应该会有人会说啊，为什么 TMAX 560可以装这个 FGR？ 那因为是它这三角台是定制的，好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三角台是定制 CNC 的三角台，好，那这个是特地定制，然后 for 这台车完完全全是定制的三角台，55000。当然它这个前轮芯啊也是一样哦，会有固定上的问题，所以它的前轮芯也是钛合金去刻制的，所以这个前轮芯呢也是钛合金轴心是定制的部分呢是32000。然后卡钳的部分呢，它这一颗卡钳总共有三颗哦，一体式 CNC 的辐射卡钳，总共它三颗，左右各一颗，然后它后面呢也是特地改上这一颗，这三颗因为价钱都一样，所以我们就一起算，它这三颗的价钱呢是23万，总共啊，对，总共是23万，10万 ，OK。然后再来就看它的碟盘啊，碟盘的部分呢，它也是 Brembo 的。好，那碟 Brembo 碟盘的部分呢是23000，那它这是 Brembo 的那个 T 扣 ，Brembo 的所谓的 T 扣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它会自己会有点浮动的，会松松的这种感觉。那这个是 Brembo 特殊的 T 扣，然后前面的部分呢，再来就是轮框的部分啊。那轮框部分呢，就是 Walker Racing 的轮框哈，它有出总共出了6款，我记得。然后6款那时候之前有介绍过，那这一款是他们老板自己喜欢的。那前后 Walker Racing 的轮框呢是75000。对，前后我们就一起算好。那这个巴丰特的涂涂啊，然后一些卡泵品啊、彩贴啊，我们到时候一起顺便一起算好。那全车几乎都是泰螺丝，这边都该锁的全泰，好，可以看到全部都有泰螺丝。好，那卡泵的护盖啊都是巴丰特，我们就是到时候一起算。那后框的部分呢，刚刚已经算过了，就是前后框75000哈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到这边就是蝎子管哦，这个我们的蝎子管，那它前段是有定制的哦，这个，前段是整个有定制的，对，它这个蝎子管的部分呢是6万块，6万。然后它这个是 Olinx， 我下面给大家看一下哦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为什么下面给人家看就那么开心？你想看什么？我只觉得你的讲法很好笑。这是 Olinx 的后欧，它这个版本是比较特别的。好，那后欧的部分呢，它算是 TTX 系列的，后欧是7万，7万，
它那个油管的部分，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贴着毛毛虫嘛，毛毛虫的部分，它就表示它的刹车油管都是全部都是毛毛虫的、哦。它就是长得很像绳子，它是毛毛虫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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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毛毛虫。那毛毛虫的油管它有分呐、啊，它有分一些碳纤维些。毛毛虫的油管呢，前后全组的话是32,000，传动里面是也有改，车主说传动里面也有改啊。其实传动大概都是12,000左右，马洛西吧，应该就是这样子，大致上。欸、这也是他们自己的、啊。那不是，那只是贴纸、哦。这个是排气管支架，钛合金的排气管支架。那我们就是全部都再到点一下，再补上去一点点。然后碟盘的刚刚也有算的，轮框也有算哈。这一个后土厨的排板、排架这些应该是都有算过的、啊。那这台车大部分的改装呢，就是主要是以前后框、前后避震器、跟刹车系统、传动系统跟一些相关的钛合金的外观。外观的巴丰特系列呢，我们就给它加个40,000好了。然后钛合金螺丝我们加个30,000就好了。30,000。我刚好问到了，后照镜它是14,000。14,000。啊，我们刚加。我们刚刚加8,000的。再加个5,000就好了。价格报错的部分呢，请大家多多见谅。这一台爆改的 T 妈呢，其实它这台车已经改到没什么东西可以改了。说真的，该改了就改了，刹车总泵、油管、卡钳、避震、轮框，然后传动跟一些排气管这些都。接下来只剩下改引擎了。可是重机的部分呢，在台湾改引擎的是比较偏少了，好、哦，还是有啊。我知道有几家有专门在改机针跟涡轮这些的。我们先以外观这些紧绷改来算的话呢，大概是多少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姐姐啊、大概就是119,000，大概就是120,000。对，差不多。实际上我们算一算啊，大概就是120,000。好、哦，那只是不含车价啊、哦。那含车价下去的话，差不多就是180,000、190,000跑不掉，绝对是有。那这个很多东西都定制，这个定制的部分呢，有时候会贵会少啊，大概是这样。今天摸摸狂摆介绍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小铃铛，拜拜。